学，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经济学的课程。同样的，今天和我一起讲授经济学课程的讲者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教授郭俊贤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介绍通货膨胀跟菲利普曲线。首先由周立坚老师介绍通货膨胀对个人的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以通货膨胀与利率。接着呢，由我跟同学们介绍欧肯法则、短期菲利普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曲线。好，现在开始和大家讲授经济学下册第33讲《通货膨胀与菲利普曲线》。首先，我们来介绍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我们要了解通货膨胀的成因，我们要了解通货膨胀跟利率，我们要了解何谓欧肯法则。接着呢，我们要来说明什么叫做短期菲利普曲线以及长期菲利普曲线。本讲次呢，将讨论通货膨胀、失业率、经济，也就是所谓的产出的成长跟利率之间相互关系等主题。在第一小节中，我们要介绍通货膨胀的影响。第二小节，我们要介绍通货膨胀造成的原因，并比较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也就是物价上涨，它们之间的一个差异。那第三小节呢，我们要介绍通货膨胀与利率，并讨论通货膨胀、名目利率与实质利率彼此之间的关系。第四小节，我们要介绍欧肯法则，并讨论产出成长率跟失业率变动的关系。那最后两个小节呢，我们要分别介绍长短期的菲利普曲线，并讨论在长短期之下失业率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来看 33.1 通货膨胀对个人的影响。当物价持续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对个人最直接的影响，那就是手边的现金实际的购买力变小了，实质资产就缩水了。我相信各位同学今年以来一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物价上涨的压力，万物齐涨，尤其是食品价格涨得最多，外食族的成本大幅增加，荷包明显缩水，而商品市场的物价持续上涨，也有可能带动药素市场的药素价格也会跟着调涨。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大幅衰退，造成很多企业跟个人破产。以下我们就简单的整理通货膨胀对个人可产生的影响。第一，所得重分配。通货膨胀并不会使得每项商品价格上涨的程度都一样。如果对于两个名目所得相等的个人而言，其中一人主要消费商品的价格涨很多，而另一人主要消费商品的价格上涨很少，那么原本名目所得相同的两人就会因为通货膨胀造成两人实质所得不同的一个现象。通货膨胀会导致所得重分配。二，财富重分配。物价上涨的时候，经济社会中很多资产或是债务都是名目的，例如个人在银行的存款或是个人跟银行贷款的金额都是以名目的价值来记录。当物价上涨的时候，这些资产或是负债的实质价值就会变小，借款者会因为通货膨胀使他们应该偿还的债务实质价值降低而感到高兴。相对来说，贷款者会因为通货膨胀使得回收的债务实质价值降低感到不高兴。因此，通货膨胀对借贷双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就会导致财富重分配。三，交易成本会提高。为了要完成商品交易，会产生交易成本。那这个交易成本指的就是为了要完成交易所必须耗掉的资源。当物价上涨的时候，也会造成交易成本的提高。最常见的交易成本，比如说有菜单成本、皮鞋成本。通常商家会把贩卖商品的价格制作成价目表，方便让消费者交易买卖进行。比如说餐厅会有菜单价目表。那在通货膨胀期间，因为物价不断的上涨，有可能会迫使商家不断的去更新菜单跟价目表。
餐厅重新印制菜单所花的时间、劳力跟金钱，我们就称它为菜单成本。通常通货膨胀很严重的时候，物价会不断的上涨，使得货币的实质购买力就大幅降低了。个人为了要减少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就会频繁的到银行去领出货币或是现金来购买比较保值的资产，导致交易就会很频繁，而衍生的成本，比如说时间啊，还有皮鞋有可能因为太常走路而磨坏等相关资源的耗费等，我们就称它这个叫做皮鞋成本。通货膨胀会造成个人所得重分配、财富重分配以及交易成本的提高。好，我们进入33.2小节，通货膨胀的成因。在前一章的总和供需模型中，我们知道了均衡物价跟均衡产出是由总和需求跟总和供给共同决定的，而任何引起总和需求或是总和供给的改变的因素，都会导致均衡物价还有均衡产出发生改变。那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无外乎是总和需求的增加或是总和供给的减少。因为总和需求的增加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在经济学中我们称它为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那因为总和供给的减少所造成的物价上涨，我们就称它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第一，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在商品市场中，如果有比较多的货币来追逐比较少的商品的时候，就会造成商品总和需求大于总和供给，供不应求的现象，因而会引起物价的上扬。这个时候，因为人们手上有过多的货币，就有可能会竞相出高价来抢购较少的商品，会造成物价上涨的现象。这种因为超额需求而引起物价上涨的现象，我们就称为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在我们课本图33.1显示，原来市场的均衡10的时候，均衡物价跟均衡产出分别为 P0 跟 Y0。当市场的总和需求增加，总和需求曲线会向右移动，而由原本的 AD0 好右移到 ADY。 在原物价水准 P0 之下，总和需求会大于总和供给，产生了超额需求，因此将会促使物价开始上涨。物价上涨的过程，我们就俗称它为通货膨胀，或是我们所谓的物价上涨。直到物价水准由 P0 上升到新的均衡物价 P1 的时候，均衡的产出水准也会由原来的 Y0 增加到 Y1， 新的均衡点会达到 E2， 好，才停止调整。第二，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是因为供给面的减少所带来的物价上涨，例如劳动成本，比如说工资啊、石油啊等原物料价格的上扬，使得厂商的生产成本上升了，总和供给因而减少，因而造成商品的总和需求大于总和供给，供不应求的现象，而引起了物价上涨的一个情况。在我们课本图33.2显示了成本推动造成总和供给减少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情形。当总和供给减少，总和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由原本的 S0 左移到 AS1， 在原均衡水准 P0 之下，总和需求大于总和供给，供不应求，产生了超额需求，促使物价开始上涨，而这个物价上涨的过程就是我们俗称的通货膨胀了。直到物价水准由 P0 上升到新的均衡点 P1 的物价水准，而均衡的产出也水准也会由 Y0 减少至 Y1， 那么新的均衡点会调整至 E2 为止。那成本推动跟需求拉动所造成的物价上涨，主要的差异呢，对均衡产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比较图33.1跟图33.2，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会造成均衡产出减少，但是需求拉动的物价上涨则会使得均衡的产出呢增加。
因此在相同物价上涨情况之下，通常我们比较喜欢由需求拉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因为虽然必须要忍受物价上涨，但至少还得到经济成长，也就是产出增加的好处。相对来说，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我们却可能同时面临到物价上涨跟产出减少的两种不好情况同时发生。换言之，需求拉动造成的通货膨胀，物价与产出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成本与利益的抵换关系。我们可以借由忍受物价的上涨的代价来换取产出增加的利益，但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经济体不仅要面对物价上升不好的代价，同时也得面临产出减少的损失。如果经济体的产出停滞不前，甚至下跌，又同时发生物价上涨的情形，通常我们把这种伴随着产出停滞不前或下降的物价上涨，称它叫做停滞性通货膨胀 （stagflation）。好，33.3节，通货膨胀与利率。在本节中呢，我们将利用可贷资金市场模型来说明通货膨胀、名目利率跟实质利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可贷资金市场之中，实质利率是由可贷资金的供给需求来决定的。任何会改变可贷资金供给曲线或是需求曲线的因素，都会改变均衡的实质利率。在可贷资金市场模型之中，对未来物价膨胀的预期会同时影响可贷资金的需求跟供给，也会导致均衡利率水准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利用图形 33.3 来说明预期通货膨胀率如何影响到利率。在图形 33.3 中，我们显示了 S0 跟 D0 分别表示了预期物价影响膨胀率为 0% 之下，可贷资金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那原本的市场的均衡是在 10， 均衡名目利率等于 4%。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预期通货膨胀率是 0%， 所以呢，贷放款的存续期间的均衡实质利率呢，也就是贷放契约的签订的时候，贷款者和借款者的预期实质利率还是 4%。假设现在贷放者跟借款者都预期通货膨胀率会上升到 6%， 那么资金的需求曲线就会上移到 D1。表示贷款者在相同的贷款金额之下，他愿意支付的利率会上升到 6%。 因为在 6% 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之下， 10% 的名目利率就相当等于实质利率只有 4%， 也就是 10% 减掉了 6%。 同样的，可贷资金的供给曲线也会上移到 S1， 也就是说，现在要求借款者一样借出和他们先前在 4% 时愿意借出的额度的时候，必须要有 10% 的名目利率，借款者这个时候才愿意借出相同的额度。根据预期通货膨胀变化后的可贷资金的供给跟需求的改变，可以得知市场新的均衡利率水准决定在新的均衡点10000。这个时候名目利率水准增加为 10%， 而预期未来的物价膨胀率呢为 6%， 是促使均衡名目利率由 4% 上升为 10% 的原因，但是实质利率会维持在 4% 的水准。这种实质利率不受到预期通货膨胀改变的影响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费雪效果 （Fisher effect）。费雪效果指的是人们预期未来通货膨胀率上升，仅会造成市场的名目利率水准上升，但是并不会影响到实质利率。换句话说，借贷双方只要能够预期到物价膨胀水准时，可贷资金的数量或者是实质利率是都不会改变的，只有均衡的名目利率会改变。我们可以将名目利率、实质利率跟通货膨胀率的关系以费雪方程式来表示。名目利率会等于实质利率加上预期通货膨胀率， I 就等于 R 加派一。那接着呢，我们请郭老师和同学来介绍欧肯法则、短期菲利普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曲线。好，33.4节欧肯法则，
最常被引用分析失业率、产出与通货膨胀率三者关系的工具有两种，第一种为欧肯法则 Okun's Law， 另外一种是菲利普曲线 Phillips Curve。 那前者说明了产出成长率呢跟失业率变动之间的关系，那后者则是说明了失业率跟物价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本节中呢，我们先介绍欧肯法则。当经济体系处于所谓短期均衡点的时候呢，实际总和产出若低于潜在的这个产出的时候呢，则代表着存在的所谓的紧缩缺口 recessionary gap， 此时通常会有较高的失业率。反之呢，如果实际总产出高于潜在的产出的时候呢，那就存在所谓的膨胀缺口 inflationary gap， 那此时失业率呢比较低。换句话来说了哈，产出跟失业率呢呈现了反向的关系。欧肯法则可以用下式来表示哈，失业率的变动刚好等于负一乘上阿尔法乘上括号产出成长率减掉正常产出成长率的差距。那其中这个阿尔法呢是欧肯法则系数。那正常产出成长率呢哈 ，normal growth rate of output 呢，是为了维持失业率固定所需的产出成长率。那正常产出率呢，等于要素成长率跟要素生产成长率的和。当要素增加或是要素的生产力增加的时候呢，总和的产出也会随之增加。例如，当正常产出成长率是4%的时候，要使失业率不变。那产出成长率就必须要达到4%。当产出成长率大于正常的产出率的时候呢，产出成长率每超过一个百分比，那失业率就会下降阿尔法个百分比。如果产出成长率等于5%呢，那换句话说，失业率就必须要减少阿尔法%的这个失业率。一般而言呢，欧肯法则系数是介于0跟1之间的一个系数，代表失业率的变动较产出成长率的变动呢为低。但是因为每个国家的欧肯法则系数呢跟正常产出的成长率都不尽相同。此外，欧肯法则也可以另外表示为失业率的变动等于负一乘上贝塔乘上产出缺口。那其中的贝塔呢也可以称为欧肯法则系数，一样的贝塔的值介于0跟1之间。那产出缺口的定义呢，就是等于什么？产出缺口等于括号实际总额产出减掉潜在产出，括号呢除以潜在产出乘以100%的比率。例如，假设目前经济实际总额产出只有潜在产出的95%，那这代表产出缺口为5%。根据欧肯法则的预测呢，失业率变动就会等于负贝塔乘上5%。换句话说，根据欧肯法则，目前的失业率跟产出缺口的关系为目前失业率等于负的贝塔乘上产出缺口加上自然失业率。下一节33.5节，短期菲利普曲线。那菲利普曲线指出了失业率跟物价膨胀呈现负向的关系。1958年的统计学家菲利普根据英国1861年到1957年的经济数据呢，画出了一条物价膨胀率跟失业率呈现负向关系的一条曲线，而这一条曲线呢，就被称为短期的菲利普曲线 （Short-run Phillips Curve, SRPC）。那我们参见课本的图形33.4，啊，那中间的 B 点代表通货膨胀率 Pi2 比较低。但失业率 U2 比较高，那 A 点呢代表失业率 U1 比较低，物价膨胀率 Pi1 比较高。那 U 点是物价膨胀率等于0%之下的这个自然失业率 UN。 所以从图 33.4 我们可以得到一条负斜率的短期菲利普曲线，显示呢通货膨胀率跟失业率呢在短期呢存在所谓的这个取舍的关系 trade off 的关系。那接着我们就来探讨短期菲利普曲线如何的移动呢？那图33课本图33.5所示，当市场产生所谓的负面的冲击的时候呢，如劳动、油价等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呢，就会使得短期菲利普曲线 SRPC 向上移动，由 SRPC0 上移到 SRPC2。
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不同的失业率水准之下呢，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都会上升。反之，当市场有正面的供给冲击的时候，比如说啦，生产技术的进步的突破，那使得厂商的生产成本下降呢，那么这时候呢，短期菲利普曲线 SRPC 呢就会向下移动，由 SRPC 零向下移至 SRPC 1，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不同的失业率水准之下呢，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也会跟着下降。好，33.6节长期菲利普曲线，短期的菲利普曲线为负斜率，表示失业率跟通货膨胀率呈现的负相关。而长期的菲利普曲线呢，这个 long run Phillips curve 呢 ，LRPC 在纳入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考量之下呢 ，LRPC 曲线呢将会变成一条垂直线，失业率跟通货膨胀率之间就不会存在所谓的这个抵换关系了啊、哦。我们可以借由课本的图33.6来说明，为何预期通货膨胀率会使得。影响使得这个短期通菲利普曲线移动，啊，假设 SRPC 零是在预期通货膨胀率为0%的时候，就是没有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呢，短期的菲利普曲线，在任何给定的失业率之下，如果预期物价上升1%，那也会因此的实际的物价跟着上升1%，因此呢，当预期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呢，实际通货膨胀率也会变得较高，就会造成整条的短期菲利普曲线的向上移动。例如 SRPC 零为预期通货膨胀率零的这个短期菲利普曲线 ，SRPC 2呢是预期通货膨胀率为2%的短期菲利普曲线。同样的，当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的时候呢，在任何给定的失业率下，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也会随之下降，因此会使得整条短期菲利普曲线向下移动。总和来说，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改变会引起短期菲利普曲线位置也跟着发生改变。预期通货膨胀率提高的时候呢，短期菲利普曲线就会向上移动；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的时候呢，短期菲利普曲线就会向下移动。接着，我们用课本的图33.7来说明为什么长期的菲利普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假设目前的经济状态属于所谓的 F 点，失业率为6%，通货膨胀率为0%。那如果政府想要降低失业率，因此采用了所谓的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包括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啦，或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想让失业率呢下降到4%。此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呢上升就为2%，即由 SRPC 零的 F 点移到 A 点。经过一段时间后呢，社会大众开始预期到有2%的通货膨胀率，因此短期菲利普曲线呢，因为社会大众预期物价上升，使得 SRPC 零的向右移动到 SRPC 2的位置。我们可以发现，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需求政策的时候呢，原本只是想要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但是因为人们对物价的预期心理，反而造成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但是失业率呢，还是依然维持在原本的6%的水准。此时，政府误以为扩张性的政策没有发生效果，继续采取第二波的需求扩张政策的时候呢，也将会产生跟前述相同的情形，也就是说，短期下看起来失业率好像有下降了。也就是从 SRPC 2的 H 点移到 B 点，那这时候的通货膨胀率呢等于4%，但是在长期之下，因为人们的预期心理又会让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呢是4%呢，会是再度造成短期的菲利普曲线再向右移到由 SRPC 2呢移到 SRPC 3，因此 B 点还是会向右走回原来的失业率6%的水准那个基点上，那此时。物价水准又因为第二波的扩张政策呢，又向上提升了一次，因此长期来说了哈，菲利普曲线就会呈现是一条垂直的线 ，FHG 就是 LRPC 这条线，那失业率跟物价膨胀率呢，就不会存在所谓的抵换关系了。换句话说，政府的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对总体经济的产出跟就业呢，或失业呢？
并不会产生影响，只是会单纯的造成了更高的通货膨胀率罢了。谢谢郭老师。郭老师，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举个例子哦，因为你刚刚提到很多有关通货膨胀造成的原因，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还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通货膨胀的种类，这个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还有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好，可以哈。那我们首先来举例来哈，什么叫做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哈？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台湾社会上不是大家缺蛋危机吗？哇，大家都买不到蛋，那蛋价也不断上涨，对不对？那主要这种就是大家需要每天要吃蛋，这个一个需求还是很高，但是蛋商国内蛋商生产的蛋鸡呢，蛋的供给有限啊，那需求不断的增加，造成这个供给有限呢，需求拉动以后呢，就会造成蛋价的上升，所以这就是属于所谓的这个需求拉动的这个通货膨胀啊，鸡蛋价格上升。那我们也可以看看另外一个叫成本拉动的这个通货膨胀哈，比如说这个俄乌战争以来哈，全世界大宗原物料价格都提高啊，那造成这个成本提高以后呢，能源价格也跟着提高哈，那这些能源价格提高就造成了这个生产成本的提高，那使得生产呢就会减少，那就造成成本推动的这个通货膨胀啊，那就造成一样会造成物价上涨。好，所以这就属于所谓的这个成本推动的这个通货膨胀。那介绍完需求拉动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呢，我还是要提醒同学一下，这两种通货膨胀有所不同，重点在哪边？需求拉动或是成本推动的这个通货膨胀都会造成物价在上涨，但是请同学记住哦，需求拉动的这通货膨胀是造成产出的增加，而相对来讲呢，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是会造成产出的减少，所以请同大家记住，需求拉动是产出跟物价都会增加，成本拉动的通货膨胀是产出会下降，但是物价会上升。哦，原来成本推动的这个通货膨胀似乎更糟糕。对，不仅物价上涨，还会造成产出减少，也有可能导致失业会很严重哦。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所谓的停滞性通货膨胀？啊，当经济体的失业、产出下降，那物价上升，或者产出停滞，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哦，这样大家都不喜欢的。OK， 好。那我们谢谢郭老师的讲解，也谢谢同学们今天耐心的观看今天经济学下册第33讲的内容，到此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看经济学的课程。